有關個別教授在學校裏面的、那個教職的問題呢，是由大學自己自行去處理的。我諗呢個唔係由我一個人去決講話究竟佢適唔適合。我諗大學一定會整體考慮咧，而去作出個決定嘅。究竟係一個學術嘅討論，定係一個鼓吹或者一個推動咧？大家會就住每一件嘅事實去做一個判斷。言論自由、學術自由一路都是我哋特區政府一個堅持的信念嚟嘅。咁但係同一時間，我諗大家亦都明白，喺香港作為國家嘅一部分咧，港獨係不符合基本法，亦都不符合憲法，亦都係普遍市民亦都大家亦都同意咧，對香港嘅發展咧係冇好處嘅。